今次我哋而家見到嘅當然就係入圍最佳新演員嘅林允兒，亦都嚟自火熱嘅少女時代。好啦，呢個時候我哋不如簡單問允兒一個問題啦。其實今次入圍，覺得個心情點，同埋對於自己攞獎方面有啲乜嘢信心呢？咁其實就講翻，因為咧呢個亞洲電影大獎都係非常之盛大，咁能夠入到圍，其實已經係一份光榮嚟㗎啦。咁所以咧，將來即係都希望能夠再以多啲更加優秀、更加出色嘅作品去大家見面嘅，會更加努力。好期待啊！好，多謝你 ，thank you。好啦，下一位，我哋有請。歡迎孝敏，歡迎孝敏的。首先先請孝敏可以在、中間拍一張照片，今晚亦都是擔任我們的頒獎嘉賓的。問後面一個問題，就是今次擔任頒獎嘉賓，能夠參與亞洲一個咁盛大的盛事，而家嘅心情係點樣呢？네오늘이렇게처음참석하게됐는데요작년에사실저희이제무대를한번소감을받았었는데그렇죠뭐통상은안통상이죠통상이죠네오늘이렇게시간자리로만나이렇게보낼수있어서정말영광입니다即係話非常之開心能夠出席呢個盛會啊！咁講緊其實舊年嘅時候咧，都曾經因為 schedule 嘅問題